策皇后秦岚呢日嚟到香港，准备为护肤品牌出席活动。大班记者一早就已经在机场守候，而且八名保安人员都已经准备好要迎接皇后出场了。到了大约傍晚时分，戴着帽和黑超，穿着低胸衫和热裤酥长腿的秦岚就在女助手陪同之下步出接机大堂。见到记者采访，亲民的秦岚停下给大家拍照，还接受记者的访问。秦岚，上一次来香港是什么时候啊？上一次啊，好久了。对香港有什么感觉啊？很喜欢香港啊。行，人也很好，然后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。大家都说你保养很好，有什么秘密跟大家分享啊？我平时喜欢运动，然后吃东西也会蛮控制的，对，其他的都还好吧，每天敷面膜。秦岚又不时叫记者小心，注意安全，又叫同行的保安人员行慢啲，确保安全。最后仲好有礼貌咁同记者道别，之后就坐七人车离开了。